德国的吗？德国的，哎，它是这个。九十几，他们全部要一起，这个，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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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全部要一起。哦，真的是，给他跟他一起罚。不是啊，人家那个韩师姐要去做证明，有办不起。很好的讲师，可是没有像台湾那个名牌的讲师，大家放轻松，轻松松的，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啊，可以聊天，可以联谊啊。最主要的是大家要有一个核心啊，我们来学上人的法这样子。今天那个巧克力在桌子上，巧克力就是法师。是我们法国我们的负责人，让我他临走之前还让我是。记得把这个巧克力带来跟大家结缘，然后跟大家问他。我们在我们台南好饿，挨家挨户去按门铃。我是伊莎丽的康美化，有机会参加慈济的活动，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大家庭，然后接下来就也会继续再跟大家继续学习进修，感恩。因为在网上看到你们英国那么亲近，我很喜欢学习这个。男性人性的那个精神，在英国慈济人不容易，要去一个会所，要听一个新法声，真的很难。我很喜欢学习这样的精神，让我自己更成长。因为之前太幸福了，在新加坡真的很幸福，十分钟就可以到会所，然后那个会所都是比较大的，什么都很方便。我看这里很困难，我真的很感动，也很感恩自己。有大家在努力啊，想办法把大家挤在一起。啊，我是慈心，我是从爱丁堡过来的。盖好后，再来就是有鼓励啊，规个马来西亚组织人的心啊连起来。所谓会因安讲的是因为了解因这份的文化历史嘛，多心坚定这种。坚定的心啊，所在这个文化的时啊，有三个人拿着刀呢冲入去哦，一手是拿刀啊，那一手是手寸长来钱，提钱来，所以内底的人啊，长河，所以大家人感觉还是爱开。大家人继续文化哦，这真正蛮让人足感动的啊！金丝法脉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这是我们都会背的嘛。法入心，法要入行，就是这两个字。那我们上人因为很爱我们，他每一次讲法，其实讲来讲去呢，都是一直提醒我们这两个。那个时候是2006年嘛，对不对？已经2006年，已经40多年。那
可是呢，我们时常最近在听到上人说来不及来不及，讲得很多人家做好事做善事，那我们既然已经有智慧选入要上人，就是希望呢弟子能够进来了以后就要一心一志。但是我们慈济人已经入心了，了解那是例行的，可是并不是说你是核心你就不是学历。妇女之家跟机场关怀的部分，33间房间是独立房间，那每间房间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加一个 有的是有昂斯卫，就是有卫浴的。所以其实很感恩师姐，有很多的事情呢，她就是会帮我轻轻的爱的小手拉着我的手，可是立刻就可以去往一个房间上面，一个杯子，杯子里面就放一个汤匙，放咖啡，放茶。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会瞄一下，然后大家就会打个 pass。那站外场的师姐，那时候那天是怡洁师姐负责的，所以怡洁是妇女之家，因为她本身的一个 register， 它并不是属于曼城地区，一个很有名的雕像。可是对我来说，每次去到，因为我每次都搭火车，或者是有时候坐公车，因为就很感觉就跟他们很像，他们的心情很像，他们就是一个想飞，但是他们不能飞，他们的翅都是硬的，他们的翅膀就是硬的，是重的，不能够飞的地方。他就跟我再讲一遍，在我听的过程，然后我就握着他手，我说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可是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吗？那我来跟你一起祈祷可以吗？我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你从现在开始有一个人就是我在帮你祷告。愿修一切善，愿断一切恶，是K want to jump, and then they said, hurry up! 不是今天晚上9点。In the pool, each other. 我愿人人皆
那厨师就承担下来，就是说好，那他们也继续的，比如说两天素食这样的，所以他也有牧师啊，他们会给这个街友一些早餐，他们会来吃早餐这样子。他也就是你们愿意做这么好的事情，那我也。然后晚上出去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御寒的衣服要穿好，戴好瓷器的帽子。好，那我们就是其实法国对英国来讲是很惭愧，因为英国做得好，法国还有为什么还做不到像你们那么的精进哈？这不难道我们的政府地那边我们给他发就好了？那这不是我们实际的状况，给那个灾民的手上，也是给我们那些他们分配在哪个地方。然后给那些灾民，你去那边拿棉被，然后他们就跑来我们的实习会所，他说政府拿张纸叫我们给你拿棉被，圣诞节就想到了，刚好圣诞节到，我们说啊圣诞节到，我们就买一些巧克力，一个是说就在那附近，你去找就是市政府的周围，就在他的周围啦，然后他找到公园，他的市政府前面有公园，就找。平常也是好像你们老英语是。我们也没有讲说这是培训嘛，哈，就是基本上教我们完全的了解，我们感同身受，而且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也没有立案，我们没有一个联络点，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哈，所以我们2013年的时候有那个签约黄师傅师兄嘛，2011年听到的时候有一位师姐，她小孩最大的才4，好，那下去继续努力的。好，那我想要补充，原来也是我们这个，他是很有福报的一个人，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捐了骨髓。我们是水泥地，所以手指放下去好像老是会踢到石头。那您这一块现在在德国是一个另外加上来的，而且那个是有另外一个区块，所以你的十字和十字会有接上，所以那时候怎么讲出一个？刚刚听到对，就是其实也更适合跟代表处做一些什么事情吗？可是玉如师姐就有讲说哈，我们就师姐以前在加拿大，所以也许我们知心相聚的时候也是可以请苏翔师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他们可否参加之后我在德国西部这一块全部都是他每一年找我去有浓烟的感觉，可是目前我是觉得我跟年轻人一起来用我们的活力，我们的精神，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但是呢，当实际出现的时候，就会有活泼的意义。所以呢，刚刚大家有身心宽敞，对不对？
就是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就是用爱做获利王，透过不断的为人情付出。我是觉得连政府也是一起来带动，结果现在连社区的菩萨对他上人家鼓励他，然后他也很难推，虽然在婚会会所里面围墙用两层的那个电缆，然后其他的因为南非的佛教是是蛮大的，那我知道约翰尼斯堡那你的时间点不是晚上十点，对不起我们会去，然后现在最多的是什么大陆的人士好多，本来澳洲我们那个台湾
那美国慈济分会想就是发起了一个募款这个脚步，然后我们把这笔钱转交给美国红十字会。那上人也派人到外蒙古看灾，结果上人又呼吁了我们全台全球慈济人做这个直接重点很重要。这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改变过。接下来93年同时，那尼泊尔遇到了大水灾，那慈济就是一个贪婪之岛，犀牛终结者。但是因为我们慈济上人的呼吁， Today I think we have estimated about 20 to 30 volunteers attending.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m here today is to do a sharing is because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volunteers specifically from... thank you everyone for inviting me today, and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my time here. I will be here for at least 3 years, maybe 4. God bless, God bless. Right.
看日本人讲什么？没有听过啊，就是没有。帅哥那个就也很难听了。有点睡，有点睡。四，然后再下一次。四。